周刊又指出说，就是柯文哲对于1500是始终对不起哦，其词啊，我我哈，还是等下，我们就一样一样来嘛。好，第一个你讲的周刊是哪一个周刊？你说的是《金周刊》吗？哦，我刚刚说过了，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。好，哦，这一种绿营跟北检的打手所写的垃圾报道，没什么评论的必要。第二个，柯文哲主席在诉讼程序上主张他程序上面的合法权益，为什么会跟心虚挂在一起啊？如果真的要谈心虚的话，我想三立电视台应该出来讲清楚啊。跟北检不是经营减掉7年200%的信心，而被北检狠狠的打脸了以后，我怎么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三立电视台出来做任何的说明？请问三立电视台是心虚吗？哦，在这个脉络里面，我觉得用心虚两个字才是比较贴切的形容。